太子妃不愧是名门之后，不用教便自有皇室之风华仪态。是啊，不愧是名门之后。 来，走到中间，向后转，向我行礼。殿下万福。殿下万福。参见殿下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丽华。殿下。 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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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妾身学了一支新舞，妾身跳给您看吧。殿下，还是听听妾身新练的琵琶曲吧。殿下，我会煲汤。四位夫人如此善解人意，本宫甚是欣慰啊。只要殿下开心，妾身做什么都愿意。是啊，殿下。本宫一定要重赏你们。赏你们什么呢？ 哎，丽华，殿下，自古以来，每个帝王都只有一个皇后，本宫想啊，将他们四个都立为皇后，这样等过了登基大典，本宫便有5位皇后了，怎么样？谢殿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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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先皇才过世几日，殿下便如此纵情声色，真不知满朝文武会如何议论。先皇对殿下管教甚严，殿下也是因压抑日久，才会如此释放自己。母亲，你是没看到他们那极尽讨好的样子，我都为之难为情，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放下脸面，做出那令人瞠目之举。你可曾想过，他们为何那样做呢？还能为何？不就是为了讨好未来的皇帝，以图安身立命、富贵荣华吗？哼，真不知殿下为何会如此糊涂，竟说出武后之言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你是否看到了危机？我只当他是戏言，这有违祖制之事，我看他该是做不出来的。丽华，他即将成为皇帝，一言九鼎，他想做什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的。他说要立武后，若他真要如此，那便是有违祖制又如何？他真能如此胆大妄为？所以你需主动应对，不能落于被动。母亲之意是说要我与那几位夫人交好。依我之见，你去向殿下说，你认同封那四位夫人为后。母亲，我没听错吧？那我这皇后之名还有何意义？你看这些牡丹，虽然同为牡丹花，有的开得极盛耀眼，有的却小小一朵，毫不起眼。而耀眼的这朵牡丹，并未因其他牡丹而减损半分风姿，反倒是其他的牡丹花都变成它的陪衬了。母亲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我们都是皇后，我也会是皇后中的皇后，就如这朵牡丹花是牡丹中的牡丹。你理应是正宫皇后，但殿下有此意，若你执意反对，反而会弄僵局面。倒不如你成全了他，同意封四位夫人为后，如此一来，我想那四位夫人必定会感激你。